大，但是我们人也没伤亡。搬东西也好，有些车上来也好，有些都。今天的话，我们这边的话最严重的是13号发了麦粉，还有一个油嘛，菜籽油是这样，是这样发的。到时候我们是计划是这样，那明天后天我们陆陆续续还检查一次。说在最严重的还要发东西，麦粉啊，还有罐面啊，大米啊，是这样。走，没事。